还是可以带。以我的经验来讲，我大家拢做哩，对不对？来，来，叫个感官，是吧？我不管怎么带，都可以带到这个地方，所以他可以练的机会太多了。哦，就是被影响。对，他一变，我就到这个地方，他知道不？所以我要变成改天训练，他不管怎么打，我都是做这个。来，好来，又是这个。他莫名其妙，伊唔知伊到底是哪来去做这个，打哪来？来，一样，风走。他到这个地方，我点他，对，在，还在。好来，大点，一个他加了。来，一个，好一个，加了。这个就对，再来。你不许重复啊！他必须要不断重复，他才学得会嘛。那时候我设计一个方法是让你重复的。哎呀，就从我们会的动作里面，就让你学会重复。他也可以去重复一些攀砍拍打，哦，攀砍拉打。哎，这样的哦，好。